看好吗？哦，想你，我陪你。我是别人给我。哇！大家好，我们是 Vira。我是 Vira 的阿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ra 孟维。我是 Vira 的 Nelson。我是 Vira 蔡正。我是 Vira 的兰弟。Vira 学文。应该有前五吧？这个，半我猜十好。那我大胆一点，五。我大胆一点。五。哇，真的。那还不错耶，谢谢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这比赛期间蛮常看的，因为比赛前面他们会给蛮多建议意见的，然后我就会看说要如何吸收之类的。那后面可能就也会多看一些别的平台的。出道后，然后去商演的，对，那一天也会看，因为他们就会立即发文，说当天的表现怎么样，就会去看一下。最多的讨论是你跨年的表现。哦，跨年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一直跟大家说，我们有重新编排，像舞蹈啊、音乐，所以其实大家应该对我们的跨年表演就是蛮期待的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在高雄又是蛮大场，对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次表现大家都蛮好，而且还是双面舞台。对，而且虽然说什么升降那时候有点小出彩，可是我觉得大家很帅，做得很好，所以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满意那一次的表演。最多人讨论是学文。哦，真的假的啊？因为之前那个有故事。春梦路上摆就是很辛苦，然后很多道路要走啊，不停不播。很谢谢有粉丝这样的存在，因为他可以支持着偶像在低潮的时候，可以陪伴着我们啊，度过低潮的时候。第二名是蓝弟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蓝弟是机器人。有那边机器人，我觉得那边蛮可爱的，他们会用很可爱的方式，不是那种很像写的一本正经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准备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自己个人 solo 的部分，但因为我们自己 solo 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最新的，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很紧张，等下会不会有什么跟我们彩排的时候不一样的东西？我们有几首歌有再重新改编过，然后送给大家，差不多有三四五，蛮多首的，差不多四五首之类的，都有。对，就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到时候会喜欢。都是别人约我。哇！对我来说，可能心里面会觉得突然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应该会是你还好吗？你在干嘛？最最最吗？最最最最让你晕啊！你还好吗？会觉得说，那他就会觉得说，他是不是有特别关注我？是不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他来问我说你还好吗？我就觉得说，哦，好暖心。太好了。刚好别人跟他说你好黑啊，所以才接。认真一个。说的话，我觉得是早安吧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早安的意思是代表什么？人家一睡觉起来想的第一个就是你。而且早安不能中午讲哦，那叫午安。那如果他撒网了？撒网那我无关，但我还是会晕船。我是第一名，晚安。真的假的？他会让我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他睡前最后一个聊天的是我。OK。那最晕的其实是晚安接早安呐。哦，对，要两个接在一起去睡觉。霸道型，对，是因为我很不喜欢聊天，去睡觉我就觉得好不浪漫。他有要给我一个个人空间，我很讨厌聊天，就连他们去我都没在。我陪你，因为他会愿意要空出时间去陪你。对，而且所有这些东西是我们还可以继续接话，可是他说早安晚安，我们可能还要去想话题。但感觉想你也是蛮晕的，就是因为他就直接很明确的说他想你。但是今天我也会跟你们说我想你，那不一样。我也会想我家狗狗啊。去睡觉。想你。宝宝，你在干嘛？你还好吗？我陪你，你今天累吗？太多吧！网络温度计，你一定要超晕的，破坏别人的规则。好，我陪你。
泰式。云南色好。三。很开心，我们这一路以来有你们的支持，不然其实我们现在也不会有今天的演唱会，也都会有你们。希望未来也还是可以一起进步，我们一起往不同的地方跑，可以往国外跑。大家加油！可以。感谢丘比特，然后谢谢你们凝聚的力量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今天的这个舞台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呢，感谢我们彼此都喜爱着对方，然后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继续互相扶持、互相支持着对方，谢谢你们。粉丝们很常会说我们给他们很多力量，但其实给我们最大的力量就是丘比特们。谢谢大家就是支持我们这么久，然后等这个专场演唱会等了这么久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演出也不会让你们失望。那以后呢，我们的新歌、我们的新专辑、我们的所有新活动也都不会让你们失望。谢谢你们陪我们到现在。没有丘比特们做不到的事，这是募资的最后一个阶段，那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的结束。对，因为我们还会持续有新的作品带给你们，耶！希望你们以后也持续可以一直支持我们。愿我们能用现在的努力，未来的成就，偿还我们青春的债。哦，刚想很久哦，青春的债。Google， 来 Google 查看我看。最新消息呢，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V E R A， 没错，可以在脸书、YouTube、IG、TikTok， 就是都可以搜寻到我们喽。因为没有 Vira 驾驭不了的舞台。